我一直在后台耕耘，啊，我负责搬运所有的道具啊、舞台啊什么的，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搬到哪里。他小名叫愚公，他能移山走呢。移山的。哎，您呢？然后呢？真金花，有关系，反正我们俩之间有关系。嗯，有关系。是认识的。现在不能说，反正很难用言语来形容。哇，那你演一下，用肢体演一下。哇，你已经就位了，对不对？肢体演一下就是。场工已就位。哦，可以拥抱的，嗯，可以拥抱的关系。